一般如何训练脚背？第一步，跪坐扶垫子正压；第二步，直膝正压，伸直膝盖，使劲向后蹬出，脚后跟夹住，脚腕使劲向前推出，抬头看手，这时候重心在脚和手的中间。第三步，跪坐扶垫子反压；第四步，直膝反压，脚后跟夹住，膝盖向直立蹬出，脚腕使劲向前推出，重心在脚和手的中间，抬头看手。第五步，跪坐叉腰正压，身体直立与地面垂直。第六步，跪坐叉腰反压，脚背放下来，脚后跟使劲夹住，上身的力量就在脚后跟上。第七步，直膝正压，推起的时候重心向后移，把力量放在双脚上，脚腕使劲向前顶出，抬头看手。第八步，直膝反压，膝盖伸直，使劲向后蹬出，把力量放在你的双脚上，腿与地面垂直。给大家讲解一下竖叉下不去要怎样去做呢？第一步，膝腿勾脚，竖叉压前腿，在准备好的基础上，手心往远去掌摆脚下，在下去的时候注意上身往远拉长，脚要勾到最头的位置，膝盖去贴地面，手心往远去掌好走齐。重复一次，五、六、七，走，下，二、三。